下次还敢不敢放错歌？你害熊爸跟保佑哥都看到，而我竟然被你气到了。不是啊，那个妹就已经躺在床上等我了，你要我怎么选歌嘛？你不会选歌是不是？想让我们看你的活春宫是不是？我告诉你哦，我们可是一点都不想看，就算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也不想看。三天三夜，明星，快跳，不然就搬出去。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认真一点好不好？三天三夜，三更半夜。站在高楼上，我站在高岗。认真一点，你想搬出去吗？想远处望。三天三夜，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我站在高岗。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对不起，请问一下，那个凯西他是选什么体育课？研究生不上体育课的。啊？对，不上的。不上。嗯。白鹿哥，嗯，来几头？你问来问去就是问凯西的事嘛。各位同学，我觉得以我是一个大学新生来说，学姐或学长的选课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啊。想知道吗？算你三千，我就把凯西的课表 print 给你。三千。哈罗，哎，那真的太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盒哦，请大家吃。哇，樱桃姐，你今天怎么笑得跟花枝一样啊？花枝乱颤。哎呦，说什么？我笑得很淑女的。最近我在等桃花运呐。哎，对不起，可能又说到我很敏感的话题了，好不好？樱桃姐，我认为啊，运气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呀。嗯，尤其是你的桃花也一样。我先上楼了。啊，对了，哎，那个星星同学，想赚钱就好好打个工嘛。一张3000块钱的课表，你用抢的比较快。3000块很便宜了耶。我考虑一下。谁桃花运呢？啊！哦，熊爸，你不知道哦，最近哦，是的，好来俏，遇到一个小伙子哦，长不带长得帅，而且呢，还是那建设公司的小开哦，没事哦，就买一大堆东西送我呢，还说要出钱帮我装修店面，你不可以出处哦。不会啦，不会啦。爸，来，下集嘞。谢谢。安娜。看起来你们就一脸不相信的样子哦，因为他常常来我们店里面洗衣服，我们才聊起来的啦。而且哦，他说最近要带我去巴厘岛玩，我很苦恼，不知道应不应该答应呢。答
当然答应啊，应该去的嘛。而且他还说要出钱帮我装修店面哦。你答应他了？哎呀，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哦，才来问你们的意见嘛。熊爸，你生气了？我没有生气啊。你不要骗我，你真的生气，我看得出来。我真的没有生气。不要否认，我看得出来，你不要生气嘛，求求你了。我真的没有生气，桃姐。啊！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熊爸他真的生气了，他在吃醋了啦。哎呦，跟你讲，不是我去招惹他的，他自己来找我的啊！你真的生气了，林桃姐。根据我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来看，很明显的，你被包养了。包养？我真的应该不是立马那么。哎，雨辰啊。你早上不是说去买电池吗？我是买了电池啊。那是大包小包是？我的。哦。我是想说，难得出去走走，就顺便多买点东西喽。OK 了。凯西，我帮你拿。谢谢。不用，让我来。来，凯西，你买了不少呢。还好吧。不要让他拿，让我拿。他印章课表要3000，让他拿一下东西，不知道多少钱呢。拿去楼上吗？对不起，没有手喽。这也是我的，让我来。哎，谢你呢，哈，小心一点哦。这么多，谢谢啊。你买那么多东西，房间放得下吗？当然放得下啊。下次逛街的时候可以找我一起去嘛，要不然你自己拿那么多东西啊，会得肌腱炎呐。谢谢你啊。哎，我的意思是说，我有电话。我是说，帮我拿个。我是说，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如果有空的话。喂，贺教授，你别挂，等等我哦。我看你东西就今天放门口好了，我接个电话。不用，我会帮你拿进去就好。不用了，谢谢。喂，回来了，我今天去逛街，而且啊。我找到了一只超级可爱的粉红色泰迪熊，我还特别帮你挑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你猜猜看？不对，不对，你不对了，我帮你买的是一个笔筒。什么？你怎么还在这里？那个，我把你布东西拍掉了。你要买笔筒给陈教授啊？你偷听我讲电话？你也很想问他？不是，我是说，其实我很想问你啊，凯西，你们两个，你们俩真的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彼此互相？你到底要说什么嘛？哎，我是为了陪你玩，我赶快整理东西，要让女生回来看这些乱糟糟的。铁定发疯。我可以帮你拿进去，帮你整理好。曾宝佑，你为什么想问的问题问不出口呢？曾宝佑，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曾宝佑，你为什么拿人家笔筒呢？要用自己买。都这么晚了，凯西到底去哪里？怎么还没回来呢？晚，现在只不过下午5点呢。什么5点啊？5点这个时间，平常凯西已经在房间里面准备明天的功课了。今天会去哪里呢？那大概是去约会了吧？什么？约会？跟谁去约会？没有。你看到了？宝哥，我乱讲。你看到了吗？我乱讲的啦。冷静点，我乱讲的。可以乱讲吗 ？Have a large mocha frappuccino, a whipped cream, oh no whipped cream, espresso macchiato, mango tea and cream, and double shot coffee. Okay, right away. Good. Sure. Good. Hey, 保佑哥，保佑哥，你听懂他在说什么吗 ？Double shot coffee.点的呢是一种应该叫做大伯下咖啡吧。我靠！对，
应该是大伯家咖啡。哎，我以为你很燥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它上面有焦糖玛奇朵、摩卡拿铁，哪来的大伯家咖啡啊？拜托你好吗？一定有写在 menu 上面的嘛，你就这样子看嘛，要不然就是没有写成中文而已嘛。啊，嗯，我点给你看。哎呦，小姐，那个小姐，我想点一杯那个叫做大伯夏咖啡。大伯夏。刚那个老外，他刚点的那些什么大什么大什么咖啡有没有 ？Double shot coffee。哦 ，Double shot coffee。Double 叫 Double shot。没问题。Double shot。哎呀，对呀，对，有。贵呀。有有有有有有。我靠，真的有这种隐藏版的咖啡啊？有嘛？那我以后带妹来，我一定要点这种。点啊，当然点啊。你们两个这种英文程度，大学会不会毕不了业啊？雨辰同学，请注意你的态度好不好？有一种工具叫做英汉字典，平常我们是都会带在身上的哦。没错，只是今天忘记带。我跟你们两个说，当英文程度烂到一种境界的时候呢，就算是英汉字典也救不了你们。Hello， 凯西回来啦。凯西 ，Oh my god， 凯哥。你今天好像比较晚回来耶。嗯，我要帮大家解决课表的事情啊，累死我了。课表，凯西，你这学期都学什么课？我跟雨辰大部分都是修柯教授的课啊。柯教授的课，我可以上吗？你？雨辰啊，大学部可以修我们研究所的课吗？嗯。不过好像知道可以旁听哦，只要教授签名就可以了。只要教授签名？嗯。保佑，你这种程度也要去上柯教授的英文课，会不会太勉强了点？基本上只要教授签个名，有什么难啊？况且我上课我会带字典去的，好吗？对，我就是担心你根本来不及查。你 ，You see that? And you drag these classes over here. Okay. And then you can bring that over. 喂，柯金。孟平教授。保佑，上镜哦！谢谢。三保佑同学，来我这里有事情吗？是的，柯教授，听说要修研究所的课，得先让教授签名才行。That's right。那凯西，知道我刚刚讲的那样子，你帮我把这些稿子打完就好了。我知道。我是说，你把这些移到你的位置上去打就好了。干什么？这个选课单。选课单？哎，你英文又不会几句，你没事跑来听我研究所的课干什么？我为人上进啊。I don't believe you。你啊，你高中的时候你最讨厌的就是英文了。赶紧给我滚！我请问你，你跟那凯西是一对吗？我们俩凭我是个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虽然面对着艰险的对手，但是我一样会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而且心胸宽大的原则，我要跟你公平竞争，凯西。这么久啊？现在是晚上吗？不是啊。不是晚上，刚才怎么有人跟我说梦话？你看什么啊？我好像听到的，有人要跟我什么公平竞争呢？竞争什么？凯西，你的助教。你有搞错吗？你跟我 you and me， 我们根本是不同 level 的，好不好 ？level 什么东西 ？level 都听不懂，凯西怎么会喜欢你呢？我啊。level 什么东西 ？level 都听不懂，凯西怎么会喜欢你呢？我啊，你看看，你这个跟这个差多少啊？你要搞清楚，我现在可是社会上有名气，学校里面有声望，我在大学里面是有后援会的。
明星教授啊！拜托，你那个完全是建立在少女年幼无知之上，你还敢拿好意思拿出来讲？那凯西也是少女年幼无知吗？你说他有加入你的后援会？他是秘书长，还是秘书长？对不对？当然秘书长。大哥，大家等等，你们在干什么？郑宝玉同学，要缩小腹哈，裤子要穿好，对不对？挤一点。啊，幻灯片在哪里？哦，在后面柜子上面，右边数过来，第三个白色的盒子里面。哦，教室里面。教室啊，知道了。啊，谢谢。怎么样？你吧，我告诉你，在我眼里面，你就是柯金普。怎么样？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你在操场跨赛的时候，那时候呢，别忘记了，还是我拿外套脱下来，穿住你的上半身，帮你遮丑呢。你记不记得？我记得。你这个卑鄙的小人！哎，我不卑鄙哦，我只是要说明我们俩的立场竞争是公平的。哎，你现在帅归帅，但是还是一样会挫赛。我挫赛，我哪有挫？我有什么挫赛？我挫赛。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曾宝佑同学在教我打太极拳。在做激烈运动之前，要记得做暖身，否则会运动伤害。知道了。怎么样？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麻烦你转系就好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嘛。我麻烦你联系。我才不要转系呢，我就是要修你的课。我就是跟你公平竞争，凯西。我是教授，我可以不签你的选课单啊。欺负我是大一新生，对不对？就是欺负你，怎么样？怎么就是欺负你？你给我坐下来，你给我先。你干嘛？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这个签。选课单，请教授呢帮我看从哪边怎么签比较好。快签！教授，谢谢教授。教授他很对我期望很高。哦哟，恭喜你哦！哦，再带来。好，郑宝佑，真同学，选课单。我们现在是同学喽，一起上课，耶！谢谢教授，走。跨赛。有讲义。曾宝佑同学，柯教授。班上有这位新同学，我们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他呢？请多多指教。请坐。谢谢教授。这位同学很有心啊，其实我们在这里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情怀，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同学，我们都欢迎他来这里做旁听。那这位同学是不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呢？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姓曾。Excuse me， 我们这里是英文课哈，所以麻烦你用英文来做自我介绍好吗 ？In English please， thank you。Yes， OK。My name is Bobby。比较严格，你就不要沮丧喽。那个不是严格，他根本故意让我出糗的。我的英文真的烂，可是如果看原文书，我查到字典就行了嘛。但是就是不会讲嘛。好嘛，那这样子只要有空，我就帮你补习。哦，真的？你会帮我补习？没问题。老师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练习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67页。167页。
到了吗 ？OK。When in the chronicle of wasted time, I see descriptions of the fairest wives and the beauty making beautiful old rhyme, in praise of ladies dead and the lovely nights. 你在干嘛？你刚刚念得很好听哎。我念了什么？英文啊。Just pay attention, please. 什么？注意听啊。哦 ，OK。来，你试试看。When in the chronicle of wasted time.I see descriptions of the fairest wife and beauty making beautiful all right in praise of ladies dead and lovely night. 怎么了？哇！你今天好有型啊！啊，我在整理房间啦。我是想说，如果以后有空的话，我想请你继续帮我补习。OK。又怎么了？我有东西想送给你。哦。注意看哦。要变魔术啊？谢谢，好可爱哟。希望你喜欢。看出来你练很久哦。哎，我不能跟你聊了。啊，什么事？快说嘛！如果你整理房间的话，可能要快一点。我好像看到雨辰回来了。真的吗？哎呦，糟糕了！我现在房间乱七八糟，怎么办？我可以帮你整理啊。好，你快点，快点来。这房间可能会太小了一点。啊。怎么办？秘书可以塞吗？这边。不要！太离谱了，这里。越放越好。那东西给我，先给我。我。小姐商量一下嘛，礼拜天是个大日子哎，我是你们旅馆的常客呢，你一定是新来对不对？叫我们家王经理听电话，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没有？喂，哦，我要去哪里升房间呢？现在订房间会太晚了，你就带露露回来睡啊。喂，那我要去哪？我有免费 KTV 礼券哦。我神经病啊！星期天晚上自己唱歌给鬼听吗？星期天不可以唱 KTV 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哦，这个星期天哈是情人节哦。哦，对对对，是情人节。对呀，大夫早在半年前呢就帮我订好了六星级的 motel 哎。哎呦，你终于跟大夫要过情人节了。我有说要跟他一起过吗？我是请他帮我订房。小姨，我出两倍的价钱，你房间让给我啦？不可能！你有没有看电视啊？新闻说今年的情人节，全台北市的饭店都爆满，一间不剩。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天大家约好一起做呢？保佑啊！这就跟中秋节为什么全世界人都烤肉的道理是一样的嘛。那为什么要在 motel 烤肉呢？哎呦，保佑！中秋节烤肉，情人节到旅馆是。哦。在不？哎呦。熊爸。其实哈，我也已经订好 hotel 了啦。啊，那这个礼拜天哈。伊达姐，这个礼拜天哈，我办了个艺文的读聚会啊，所以我很忙，没有办法。哎呦，再怎么忙，还是要睡觉的啊。Morning, everyone.哎，早。哎，老赵哈。可惜。走。
早。这个星期天哦，我想可不可以一起去爬山？爬山？不然去逛美术馆，或者去植物园。好像听起来不错哦。是吗？跟我一起去呢？好啊。耶！我出婚了耶！加油！耶！这是什么啊？来来来，姐姐姐姐，来，凯西来，怎么啦？凯西，你怎么可以这么堕落啊？我哪堕落了？是我这衣服不好看，我马上去换。很美。凯西，你真的要跟曾宝佑去爬山？我觉得爬山很健康啊，我们应该一起去。你想想看嘛，老坐电脑桌前，屁股坐大了。再说宝佑都开口了，我拒绝人家好像不太好意思哦。也对啦，哈，你说的嘛不丢啦，只不过哈，这个星期天是情人节。取消！最近好多人约我吃饭。我想起来了，上个月柯教授也约我这礼拜天吃晚餐，我都还没有答应人家呢，去还是不去呢？凯西，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耶！宝佑，我不去爬山了。什么？你刚才答应我要去爬山？不爬了。为什么不爬呢？啊，就这样了。什么？就这样了。我该不该追上去求他呢？哦，不是，凯西，快点开心啊！凯西，看到没？情人节就是这么伤人，所以我才不会去过那种无聊的情人节。那太好了，兄弟，你把房间让给真正需要的人嘛。想得美喽！我帮你找没？没兴趣。上楼道很快的。真的吗？嗯，快。熊爸。哎。我有听说哈。就是这一家好得力，很秘密哦，设备不错哦，它还有那个什么八爪椅呢。八爪椅呀？嘿呀！哎呀，在大海航行流浪的船只也会有想要停靠的时候。当你累了、倦了，请记得，我是你永远的港口。哦，邱女士，你这是何苦呢？强种的花不香，强摘的果不甜，刻意的强求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的，你就让我自由的飞吧。刘国雄，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冲啥啦？不是啦，难道我就比不上那个什么言情小说读虾米会是哦？不是吗？我知道。你是不是在找借口？什么礼拜天要去跟别人约会，对不对？没有，我跟你讲哦，我住在你家对面哦，你要做什么我都看得见哦。我告诉你，我今晚要去开店嘛，开店哈，我中午再来跟你算账。我告诉你要告记者哦。樱桃姐，不要那么生气嘛，樱桃姐，我真的有言情小说的毒。蕾丝太多会怂掉哦。太多会吗？吓死我！你在这里干嘛？那你在干嘛？我在做卡片，你看不出来啊？卡片有这么大一张卡片，你要去示威抗议啊？哎，小心啊，别把它弄坏了。哎，他平常收那么多卡片，我就想说我不做大张点，他怎么会注意到？他哪一个他呀？哎，情人节快要到了，又这么大一张卡片，有人大便哦！大便？谁大便没冲马桶？谁？我说你大改变。上次看你还有我小姨在那边愿意招桃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怪怪的。今天又亲手做这么大张一张心形卡片，你不说男人都很恶心吗？哎，怎么了？这么大变化？那个人是谁呀？告诉我嘛。反正那个人也不喜欢我，我做也是白做吧。你这么快就自暴自弃？你告诉我，帮你解决嘛。那个人是谁？是我们学校的人吗？嗯。但是他喜欢的是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女生，那个人啊，皮肤比我白，胸部比我大，大不是大多了，而且啊，还超有女人味的。不对呀，我们学校有这么优的女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只可惜啊，有时候笨了点。哎，
太好了，你说出他致命的缺点，笨就是没有脑。女人不能只靠外貌嘛，这样会中看不中用。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对你很有信心，一定要趁这次的情人节呢，把你澎湃的热血呢全部宣泄出来，写出来。哎，这样好吗？当然好。哎，凯欣，那你觉得我要写什么？越狂野越好。越狂野越好。就是呢，亲爱的，在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还不抄笔记？还要抄笔记啊？你记得起来吗？好啦好啦，亲爱的，在这世上呢，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我呢，是为你一个人而活的。天变地变，情不变，就让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燃烧到天明。喂，根本没有人理我嘛。姚天祥，我看你跟露露就到附近的公园就地解决吧，黄金的事免谈。哎呀，你不要这么快就放弃嘛，要不然我提供给你几个绝招啊。我告诉你，我生平最恨男人的脸，看我这么近讲货。哎，你知道吗，网络上交友昵称是最重要的，勿忘我。你取是什么烂名字啊，谁要跟你聊天啊？不然你要取什么？走开。勿忘我。一夜七次，你可以七次哦？没有了，我最多五次。走开！网络就是有你们这种超爱胡乱的禽兽。你看那时候没营养的对话，什么安安呢？没有OK 啊？幼稚园都没毕业是不是？真的有哎，有人跟我聊天，小甜甜，好像很优哎，小甜甜。天祥，他问我长得像谁，你觉得我长得像谁？你？裴勇俊，裴勇俊呢？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像他的。哎，那你觉得我长得像谁？你哦，哇，陈冠希，陈冠希，哇，我的宝嘞！哎，他说他的身材很像天心，眼睛很像纪文慧。不过他脸蛋又很像林志玲，哇！接下来怎么办？看吗？跟你说，网络交友很屌啊，超屌！你问他情人节要不要出来？哎呀，小甜甜，不要考虑了，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那你觉得我要约他去哪里？约他家里看 DVD 就好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你知道吗？Morning， 教授，发生什么事了吗？凯旭，过来，你看这是旁边。你也觉得有点严重，对不对？奇怪，我最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平常我的信箱里面总是满满的吃的、穿的、用的，雪片般飞来的信件一堆啊。今天只有这一张卡片而已。我跟你讲，这问题严重。我知道了，一定是学生们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虽然不高兴了。等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啊？啊？哎，我是说，因为学生们觉得我们两个走得太近了，所以他们不高兴。教授，你知不知道这张卡片谁写给你的？上面好像没写，那上面说：“亲爱的柯教授，没有人比我更爱你。”啊！我的天哪！原来雨辰爱上的是柯教授。我还以为他只是纯粹仰慕他的小粉丝而已。可
开心。他说要燃烧到最后，哎，燃烧到最后，燃烧到最后的意思啊，燃烧到最后，他要跟我自焚啊！我的天哪，这个麻烦了，冯东西，这太伤脑筋了，这个，我妈呀！难怪，只要柯教授一出现，雨辰就马上变成另外一个模样。最该死的还是我鼓励他去表白，那这下他不是把我当成情敌了吗？哎，凯西啊，凯西！哎呀，哎，你们在听我说话啊？你说怎么办嘛？别担心，我觉得我们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学生的面前呢。就是我在家里装那个很大的那张啊，啊，也看到，好大张，好可爱哦，啊，我没想到你喜欢柯教授，啊，那他不是说他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他喜欢吗？喜欢，喜欢，他还说我好感动，很感动，嗯，不可能吧？他一定觉得那张卡片很麻烦吧？他一定觉得那张卡片很讨厌，而且那天是情人节耶，刚好是他会最忙的时候。该不会他有约你去吃情人节大餐吧？约我？他干嘛约我呢？他又不是我情人，我又不喜欢他。真的吗？嗯，你没有跟他约？那你跟谁约啊？我跟曾宝佑，佑，什么事啊？可惜，辛苦你了。没想到你要跟他一起吃情人节大餐哦。什么？真的吗？凯西，你要跟我去吃情人节晚餐呢？对呀，我不早就答应过你了吗？你答应我了？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吗？真的。他的基隆河的，好好，你答应就好。那我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情人节。我相信。对了，有一家399吃到饱的餐厅，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吗？我现在就去定位，好不好？好。太好了，姐。耶！辛苦你了。凯西。教授，你怎么过来这？我跟着你一起过来的，我刚刚叫。为什么一直不理我？哎，有吗？有什么事？哎呀，凯西，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喜欢同学做这么大张的卡片送给我，看了很碍眼的话，我可以当场把它撕掉嘛。凯西，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哦，哎，有什么事回学校再说吧。啊，凯西，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的心意。你应该有感受啊！我明天晚上已经订了一家可以鸟瞰整个台北市夜景的餐厅，跟你一起共度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他有约了？什么？凯西是真的吗？是啊。这跟谁？曾宝佑。什么？曾宝佑？你明天又不是愚人节，你跟那个愚蛋在一起干什么？这不可能的啦，真是神经病。那真的，宝佑他约我去吃那个399吃到饱的餐厅，我答应他了。不会吧，凯西，你怎么会跟这么无聊、这么没有品味的人吃那么没有品味的餐厅里面？我跟你讲，我保证你20分钟之内你就会受不了了。凯西，我明天一定等你。无论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教授，凯西，哎，你等等我。
我一定会等你。你真的不要等我？不见不散。江城。说话，熊爸，哎，我已经准备好你的情人节礼物了哦。真的啊？哦，樱桃姐情人节礼物就是把自己送给熊爸，讨厌。哦，刚刚已经去报名参加了你的那个言情小说读本会，所以今天呢，我会一直的陪在你左右。樱桃姐不用这样子吧？太客气了。大家好，哎，保佑。哇，不好意思。朋友哥，你要去逃难是不是啊？逃你个大头难！我等一下要跟凯西去爬山呢。哎，阿姆哥，那急救箱哎！我怕凯西啊，他会受伤。哦，我的缆绳。我怕凯西会掉下山崖呀。但是现在哪来座山有山崖啊？破瓦斯炉。情人节小两口吃火锅。哎，你们瞧，凯西他到了。我都快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你呼吸我就知道你怕。你等一下，凯西，我把东西收一收，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好。哎，宝叶等等。其实我想要跟你说，我不能跟你去了。对不起啊，我答应你之前，原来我已经答应跟别人出去了，不好意思。是吗？跟谁呢？是谁不重要了，反正我就是会很晚才会回来。你跟他们过节吧。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不管到几点，好不好？不管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跟你讲，不要等我嘛。我还是会等你的。不要等，听不懂啊？不见不散啊！Go！凯西呢？我在等他。如果说你要等凯西的话，那我劝你可以早点回去了吧。不好意思，我就住这里。那你就应该早点上去休息了。凯西不会喜欢像你这样的人。哦，那凯西会喜欢像你这样的人吗？答案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柯净土，住在这里的是我啊，跟凯西朝夕相处的也是我。哎，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只听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有一张我们大学时候的拍的合照，土的嘞。好土，真爱保佑，特净土。你跟你们老师来硬的，是不是？没有啊，拿来，不可能，就来给我，不要，滚，给我，我要拿，不给，拿着，给我，你走，给我，可以，过来，我哥，我不要，我拿来。跟你讲哦，我的店哦，下星期就要开始装潢了哦。啊，那些哦，对不起，讲错了。我忘记台词，对不起。恭喜你哦，真好用。我不会吃醋啦。哎，忘了。兄弟，说真的啊，这位兄弟，你百日咳哦。他真的在录，我以为我不晓得吗？大妹子。
你们要在家里面办轰趴呀？看来到时候我也可以秀一下我的舞技喽。耶！我好像看到会动的兵马俑。嘻哈精神呢，就是不管你穿什么啦，一定要穿出你自己的 style。你能不能稍微说的再浅白一点？哟，你明明就喜欢柯教授，还死不承认，欺骗姐妹的感情。我去私用柯教授好了，这样子他们都不用抢。你确定柯教授没有瞎吗？嗯。放心吧，给你讲，哦。哎呦喂，奇怪，天哪！嘿嘿嘿，我的朋友，嘿，让我向你拉。